走进名家，欣赏名段，欢迎收看名家名段。上周节目当中，我们给观众朋友介绍了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再介绍一下同样作为越院中一颗奇葩的宁波小百花越剧团。派小生白银飞，国家二级演员，其扮相清新秀丽，唱腔极富范派风韵，曾经先后主演了《舞女拜寿》中的邹应龙，《李娃传》中的郑元和，《三看玉妹》中的封家敬，《梁祝》中的梁山伯等角色，非常成功地塑造了各类艺术形象，受到了很多观众和专家的好评。有着越剧帅女之称的张小军，攻徐派小生，扮相英俊潇洒，唱腔高亢激情，表演流畅自如。其主演的《孟姜女》《红楼梦》《周吴郑王》等剧目都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并且曾经荣获过1994年中国小百花越剧节铜奖、1997年浙江省戏剧演员一等奖，并在2005年凭借《荣华梦》一举摘得了中国戏剧界最高奖项梅花奖。
Thank you.
很想啊。旅派和副派艺术的谢静莲也是宁柏的当家花旦之一，她的扮相端庄而不失妖娆，嗓音醇厚，表演声情并茂，颇具神韵。她所主演的折子戏《骂堂》获2000年粤剧青年演员大奖赛优胜奖，百花江当中的彩凤获得了市戏剧节优秀表演奖。可以生。
一愿，我一恨，我一愿，我一恨，我一愿呐、我一青春颠倒宽广啊，悲
情心空茫春分主攻老生，他的演唱高亢浑厚，饰演的老生可以做到收放自如。曾经主演过《盘夫索夫》当中的严世蕃，《舞女拜寿》当中的杨继康，《梁祝》中的祝员外等等多个角色。觉得
遍体鳞索。陈家的千军冷暖，他也常挂在心，说在
评派小生杨卫文兼唱陆派和徐派，他扮相俊美，表演潇洒自然，嗓音清亮，音质清纯，富有感染力。曾经出演《芳青剑姑》《浪荡子》《孟丽君》和《碧玉簪》等剧目，深受观众的青睐。这美人儿，欢心满满，随着一支熟悉的流调。也好是跑着小生哦一个羊呢。宽啊，这美人儿，这双该望的眼睛怎么看着我小生？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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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美人啊美人，你何必这光宽敞我，何不再从我来叫我一声蒙妹，以后了解我此心一片呐、啊！哎，美人，来呀，来来来呀！
我有缘落历史，红梅寒舍此尘世。哎呦，此尘世，此尘世哟。闺中女儿莫愁绪，每遍留遍锦相思。美人，梦寐才疏有钱，班门弄斧了，这丝袜嘛，还少不得请你多多指教。哎呀，你可一定要指教的哟！哎呀呀呀呀呀，这美人儿怎么又发的心窝起来了？我必须要来陪伴相思母吗？哎呀呀，早晚嘛，一个丸子、饺子、哦，白子、簪子，对对对，簪簪。让我再狠狠地加上金色。喂，梅人儿，小娘子，姐姐，哎呀，我呢，弟弟轻轻的，两次愁，地丹青，胭脂痛，了沉香，云雾沉，一个字音，一丝愁，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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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演员陈丽萍也是近年来活跃在舞台上的优秀小百花，她的表演真切自如，深情动人，非常擅长扮演温柔善良的女子。像夜中灯，像他这种不心海，我还有什么夫妻的情？娘哎我
草，他既这样对待我，我曾凭着冤家他动一笑。小百花乐剧团作为梨园界的翘楚，正在以饱满的激情书写着自己华彩篇章。我们也希望宁波小百花乐剧团能够保持住这种蓬勃发展之势，再创辉煌。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